去，头好疼，又喝大了，这是哪儿啊？这话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画展，我怎么会在一个女孩家里？23号，不就是昨天吗？这也穿不上啊。没电啊。好多音量快啊。熬夜伤身体，把茶喝了。你好，那个你裙子，哦，这样就好啦。到点下班，这个点了还有人来啊！欢迎光临，感谢莅临鉴赏，感谢感谢。辉呀，日结工资我过段时间再给你。我做小时工是现结工资啊。那这样。我先以个人名义先给你50，回头200再给你，你先打车回去，算人一吧。现在晚高峰打不着车呀。那行吧，听你的，钱肯定会给你的。我先走了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喂，你知道现在晚高峰打车很难的，前面200多个人排队。行吧行吧，你们先吃吧。你下班没？下班了。我一个人很饿，我不想一个人去吃饭，要不我们去附近的酒吧吃点喝点。我没钱啊。你别磨叽，我请你，走吧。我刚看了一家还堵着呢，我们再喝一杯。
我们换一个地方吧。好啊。怎么，你喜欢？送你了。啊？没有没有。昨晚咱俩是不是？昨晚。你难道不想负责吗？谢谢你的茶。完了，那今后怎么办？你的态度又是什么？你这些都不说，你个坏蛋。还好我们昨天什么都没发生，就你这样的，要真发生了什么，我都被你气死。走了。这不是你家吗？不是啊。啊？你们俩睡醒了？怪不得我看着这么不顺眼，原来是师姐家呀。你俩？是，她是我小师妹，但我爸是她老师，我是她爸。最满意的学生，都多小时候的事了，师姐，你到现在都记着呢。你打住啊，不懒得跟你说。难道咱们三个昨晚？你想得美。顾言，你以后不要再喝这么多酒了。你不会不认识我了吧？你看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们怎么认识的？顾夜，你不会真的不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吧？我俩昨天……顾夜，不记得就直说啊，长相那么普通，不记得也很正常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画展，想起来没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行了，别看了，赶紧干活吧，看得懂。也是挺服你的，都出来打零工了，还在这追梦呢。谁说的？我认为他的品味非常好，整个展厅里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李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这是您朋友？是啊。顾毅，赶紧把手里活停下，陪李老师逛逛。还愣着干嘛呀？钱照给，快去快去快去。你觉得这幅怎么样？色彩的变化运用得很考究，能感觉得到传递出来的情绪，构图方面也是在审美基础之上的。我相信啊，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。总之，这两者的结合相得益彰，非常好。我觉得咱俩的审美挺相近的。今天谢谢你陪我，跟你一起看展很有意思。那有机会咱们一起吧。那有时间一起啊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我也有个疑问，昨晚我和顾毅喝酒，怎么会在你家醒来？说起这事我就生气。昨晚顾毅给我打电话。啊？手机呢？
故意说自己喝多了找不到家，让我去接他。本来我都睡了，转念一想，万一他再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就出门了。我到了之后看见你俩呀，这醉成烂泥，没办法，我就把你俩接回来了。姑爷，姑爷，姑爷，宿醉的事盘的差不多了，我带我上去换衣服。姑爷，我们一会儿出去吃早餐。早餐我已经买好了，你们俩可以留下来吃完再走。可是我想出去吃呢。那你也不问问姑爷想不想留下来吃？我想出去吃。姑爷，你最好了，你等我一下。你等等，手机丢了。是不是在昨天的酒吧里？可能吧，我去找找啊。你好，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机啊？啊，你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啊？昨晚那么混蛋的事都干得出来，你都忘了？我们是在画展上认识的。画个屁展！哎，怎么跟客人说话呢？怎么回事？解释一下。对不起，昨晚您喝大了，让我帮忙找手机，我没帮您，给您道歉。是，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呀已经教育过他了，并且已经扣他工资了。小左，再给客人道个歉。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他呀就是来我这实习的大学生，做兼职的，并且啊，很不专业，您别介意。你把他电话给我吧，我给他道个歉。哦，好，明白，明白。老六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可算回来了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我找你有正事儿，咱上去说去。走，走，走。怎么穿成这样？你六哥我现在在整合房地产资源啊，俗称中介。想家吧？那回去吧。不回。我知道你是欠债不想连累家人，但是你一声不响的就跑了，不是事儿啊。不是我啊，我是担心你一个人来这陌生的城市，我才陪你的。怎么着，现在跟我来这套？
说了，哎，我就不信了这个劲儿的。看着我，跟你说个正事儿。你现在也没什么钱了，你这整租不了了。两条路，要么合租，要么跟我住，你选吧。正好有几个客户找合租，要有合适的你们就去看房啊，我给你叫一下。哎，您好先生，来，请进。不是你看了这么多个没合适的呀，你挑啥呢呀？要不你睡大街吧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是吗？好。哎，好嘞。要不说你命好呢，又来一个，走，我带你去看。